你们的行动是从那天开始的？嗯，我们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局长，我、李队、彪哥还有陈主任都是知情人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凶手暴露，从而阻止他。所以让他不自觉地被你们带着跑，哎，这确实是个办法。让彪哥受了这些皮外之苦，是让他相信我正在慢慢成为他这样的人。我们觉得呀。 张华作案追求的是一种纯洁的心理，比如说他不想看见血，也不想使用一些暴力的手段，这种心理让他只认可自己的唯一性，而我的这种行为呢，严重的侵略了他，他必然会有反应。确实是，他对韩东的心理也是一样的。是，韩东对他来说呢是额外的目标，我对韩东下手更加严重的折磨了他的心理，他必然会对我有所动作。 嗯，哎，那韩东呢？啊，我给他打了一些镇定剂，他情绪不太稳定，所以我这样做也算是合理。嗯，他最好是不要投诉你，难怪那天你身上还带了镇定剂，还给我用上。你是怕我起嫌疑，而我是真的怕你睡不着觉。 正事我就走。韩东已经转到了看守所，他完全不记得你给他注射过镇定剂，所以这件事情呢，你可以不用放在心上。我们正在全力搜捕张华。哎呦，这张照片你看一下，张雅欣，她的父亲是张华。是他。欣欣知我心，本名张雅欣，16岁。 癌症患者，他是我妈妈的一个病人，后来这个女孩自杀了，我妈妈还得了抑郁症呢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母亲跟凶手之间的关联，我们顺着这个关联一直查下去，就一定会找到真相。秦明，我需要你告诉我关于这个女孩你所知道的一切。郝护士长，你想要帮助的病人就是她吗？对。 16岁，肾癌2年，以前是一头乌黑的长发，但是因为化疗的缘故，只能剃成了光头，而且因为副作用出现面部浮肿，还长出了斑点。您想啊，一个16岁的女孩正是最爱美的时候，所以她现在几乎不跟别人说话，甚至都不敢看别人的眼睛。我想她现在可能是抑郁症的前期症状。如果病人对治疗和药物有基础情绪的话，治疗效果呢？ 将会越来越糟。是的，副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。这样的话，那就陷入恶性循环了。他跟我儿子同岁，正是青春年少最美好的时光。现在呢，又是网络时代，所以我想，能不能想一个办法，帮他振作起来？雅欣，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？从那天起，我妈妈每天开始加班，她为了这个女孩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。 你看你笑和不笑的样子差别有多大？你知道你笑容多可爱吗？有吗？当然了呀，你的笑容有一种治愈的力量。雅欣，你脸上有阳光，有笑容，这就是最完美的你。你知道吗？即使有很多跟你有同样困惑的女孩，如果她们能看见你这么快乐，那她们一定会振作起来的。你跟我一起，帮助一下这些不自信的女孩，怎么样？